刚开始我不认识宜兰的工班，我请台北的人来修，结果因为路途很遥远，然后每个人都要很高的价钱，修了半年哦，整个房子还是两面墙壁，然后后来才请宜兰的一位设计师接手，哎，很快的，大概三四个月，然后就按照我们的方法就修起来了。许多人梦想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，其实在家你就可以圆一个咖啡馆的梦。质朴一些，比较真诚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有点像是工业感，就是工业风。